石炭成大汽车车间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看看谁还买车哈，全部是空的哈，产线完全没有哈，这是组装车间哈，大家看一下，成大的组车车间，组装车间，看一下，全部是空的。那些交了定金的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看看你们的车能不能如期发货哈，跟恒大房子一样，全部烂尾。